这个参与我们试运或试运期间的一些民众希望呢，在今天我们将这样的一个奖项能够正式的在律师的见证之下，然后我们能够正式的摸彩出来，然后同时公告。另外呢，在这次的这个试运参与的这个期间呢，也很感谢我们全体的这个高雄市民，大家真的是一起动起来让整个高雄的试运呢办得非常的成功。那尤其是在整个选手的这个奖项上面来讲，也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也为了要感谢我们这么多市民朋友的这个参与所以我们特别将这次的这个参与的朋友们，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摸中这八千多个这个奖项。在今天摸彩的这个开始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与会的贵宾。首先要介绍就是 KOC 的常务董事，我们刘常务董事，以及 KOC 的执行长许执行长，高雄市建筑工会陈武聪理事长，高雄市运体育基金会董事长林忠进董事长，中华航空公司高雄分公司林辉志总经理，以及中华航空公司高雄分公司郭建华经理，金石国际律师事务所林石某律师，以及金发局林英斌副局长，还有我们观光局林坤山局长。我们欢迎与会的这个贵宾。那同时呢，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刘常务董事来为我们讲几句话？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与会的贵宾。我想我们今天要抽大奖的这个活动原来在我们上礼拜就要举行，但是因为莫拉克台风来的关系，所以延到今天。那么因为我们对于消费者的权益需要做一定程度的保障虽然现在大家仍然在救灾，那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继续举行那我们这一次呢，大概总共在试运期间所售出的票是27万张左右。那再加上我们原先就有同意在520，也就是说我们办这个主场馆音乐会的时候的那个匹兹堡音乐节，一共有3万多张票，所以在场看到的呢，这边一共是30万张票左右那有30万张票左右要抽出8700个奖，那今天可能律师会相当的忙碌而且我们会把这个抽奖出来所得到的这个号码呢，会公布在报刊上面让大家在8月底之前可以来领奖。那这是我们在这次举办试运的时候呢，所得到的这么多观众的回馈我想我们感到非常的窝心。那我想我们在抽奖之前我想大家都了解这两天尤其是南台湾受到这个水灾还有土石流的影响非常重挫，所以是不是我们请与会的贵宾跟我一样，我们来对于死伤者来默哀一分钟好吗？谢谢。谢谢各位。好，那我们是不是在律师的见证之下就开始今天的摸彩的活动谢谢。是，那我们是不是也同时邀请律师来到我们这个前面？那首先呢，我们要来抽出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头奖是，好，那刚才律师也特别有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呢是以8月31号要完成整个兑奖的这个手续。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前面的两项总共我们的400万的这个房屋以及我们的福斯的这个轿车呢，我们会备取五名。那备取的顺序呢，依我们抽出来的顺序为主抽出来的顺序为主。那我想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先事先做一个这个说明。那我们首先是，
是，那抽出来的第一位呢，也就是我们的正取，那我们被取会五名，哦，被取会五名，那抽出来的正取一名，被取五名，好，那我们首先呢要来抽出的就是我们的头奖，哦，400万的小豪宅。那另外呢，因为我们在这次呢，事实上呢是总共有五种的这个票券，在喜欢张的这个票券当中呢，总共有五种的这个票券，包括到了我们在世运主场馆的这个洛城的音乐会，还有世运的开闭幕，以及31项赛事这个票券呢，这些票券呢都是有效的票券，但是呢我们要凭这个票券的正本啊，凭票券的正本。我们才算是有效的票券啊，有效的票券。我想呢，要将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啊，那以免到事后会有产生一些就是不必要的这个纷争。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呢，我们再一次的这个强调啊，我们在所有这个票券总共是有五种的这个票券，然后呢，以正本啊，以正本为主啊，以正本为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在我们林世某律师的见证之下呢，我们即将要来抽出我们的头奖，我们请刘。